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兆廷。然后我要告诉你们，2006年三民高中有谁毕业？除了我以外呢，有蒋志贤、洪承恩、黄志祥。我是三民高中第六届球队第五届。我应该是2000年毕业于三民高中。那三民高中是第几届？学校是第二届，那棒球队是第一届。请问学长一下，三民毕业之后有打过奥运的有谁？林月平学长。林月平。林月平没打过奥运啊？啊，蒋志贤。你说球员就我而已啊，奥运就那个嘛，就李嘉诚教练啊。还有一个。奥运，武昭关吗？提示，黄俊忠哦，黄俊忠。请问学长，你们知道三民毕业第一个中职总教练是谁吗？林月平总教练。林月平，当然是我啊。请学长说出三个三民毕业的旅外球员。三位，蒋志贤、唐兆廷、曾恩和。我曾恩和、徐基林、蒋志贤、唐兆廷、黄志祥。请问学长，你们知道三名在高中木棒联赛最好的成绩是第几名吗？我这一届第二名。最好成绩好像是第二名，蒋志贤那一届。因为蒋志贤那一届，教练有叫我回去稍微跟他们鼓舞，或者是跟他们去比赛。那时候输给哪一队？输给南一，还那时候还有哲轩他们。那个人投手记得吗？你说我买他们的？他们输的那个投手。郑凯文。想问学长，你们知道蒋志贤那届有几位旅美球员吗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一个，应该还有别人吧。哦，那一届好像有三个，四个、一个黄志祥，一个唐兆廷，一个蒋志贤，还有一个帅哥洪承宇嘛，洪承恩。你知道哪一个学长中职胜场数最多吗？我们三名有出投手吗？有。你刚才讲教练。好了，李月平。还有呢？还有吗？我们要投手。哇，这个有点难呢。你说富邦的吗？林一翔，我看谁来吧，应该也是我吧？不是哦，我，你问三名高中最帅的？我陈龙文，没有对手。全那最杀的台湾也没有对手。你说三名高中吗？还是我？陈龙文，因为他有四龙四凤。这个慢动作。